我的皮肤就开始跟我抗议，跟我出问题，超神奇，很明显长，它就是很像那种，我用完整整一罐，比之前好很多，清爽快感。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脖子以上的皮肤可以用乳液这种东西。通常呢，身体乳对我身体的皮肤没有什么不 OK， 但是我脖子以上只要用到乳液或是洗面乳，我皮肤绝对开始就会出一大堆毛病，痘痘、粉刺、过敏啊，全部一起来。我皮肤很有自己的想法，每天都在那边跟我作战，只要稍微用不对，天气变化啊，生活改变啊，或者吃错东西啊，他就跟我抗议。但我皮肤好就是好在他自己很会选保养品，真的对皮肤有帮助的我才可以用。一般的保养品会有一些成分说什么对皮肤很好啊，可是你们要知道一点哦，帮助皮肤不代表你需要这个东西，一大堆什么珍贵的成分啊，可能不是皮肤真的需要，像我这种问题肌肤根本就不需要那些东西，甚至用了可能就是多余，或者是皮肤就跟我抗议说我不要不要不要不闻。我之前呢真的比较没有接触过神经酰胺这种东西，这一年非常流行。神经酰胺虽然对皮肤很好，但你不要想说看到神经酰胺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东西可以买，一定可以用，有分非常多种类，就像生态是一样的东西，生态它也非常非常多种，这些内容成分你自己也要看得非常清楚哦。总之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这个，是第三次拍影片分享他们家的东西了。为什么我会一直愿意分享？我刚刚就有讲嘛，我皮肤就是个战场啊，我真的不能随便用东西啊，它可以让你的皮肤恢复到正常状态。那种一般保养品呢，大家说好用的，我用还是出问题，因为我就是很严重的问题肌肤，尤其年纪越大，有时候只是可能吃个东西，天气变化突然跑出很像肉瘤的东西，然后还消不掉，就算它比较好了，它颜色也会变深，稍微有点凸起的状态，已经不是痘痘粉刺这么简单可以处理掉的东西。一直以来我的肌肤呢不是太油就是太干，所以你看我皮肤可以保持到这样，我多努力呀、啊！你如果是第一次看我分享这个 Mist， 这是日本制的品牌，一个日本的美妆达人，是个模特，只用最好的东西，他的东西不多，是有卖九样产品，东西我几乎都用过，我拍胸脯保证他这就是都是很好的东西，他价格不便宜哦，但是我真的觉得是值得的哦。我先讲这个，一个是五重神经酰胺修护精华，化妆水之后用的，它用起来是非常像乳液，但是它叫做精华，修护皮肤，让它恢复到正常生理状态，有没有超清爽？它很快就下滑，它就是很像乳液类，然后这样一擦，有没有超水的，有够水，也没有什么味道，非常非常舒服的感觉，你会觉得是超爆水的那种哦，不舍得就是把它用在其他地方，知道吗？但是我皮肤如果其他地方有问题的时候，我还是会就是挤一滴，然后来赶快把它用一用，清爽不黏腻，真的就没话好说，你就看到嘛，清爽到一个哦。很棒，我这个是早晚用哦，你会觉得你的妆非常非常服帖。我看到它上面说明是一次是挤三下，刚好整理你可以擦脖子的状态。皮肤就是在比较好一点的时候挤两次就 OK 了，再挤一次是擦在皮肤问题比较多或特别干的地方，倍儿棒。基本上神经酰胺呢有分四种，它就是用最好最顶级的，也是最贵的，最符合人类肌肤使用，真的会有效用的，修复你的皮肤。很多人还是会有一种观念，就是一般保养品看人吧适不适合，但是神经酰胺这种东西是所有人的皮肤都可以。为什么？因为本来的健康肌肤就是有神经酰胺，所以你皮肤有很多问题都完全不用担心适不适合你，因为它就是你皮肤需要的东西。这个人形神经酰胺，它除了最好最顶级是皮肤最需要的东西以外，它也最容易吸收，这个品牌含有最顶级趴数最高的神经酰胺。一般你看到市面它不一定是最好的或者是人造的神经酰胺，天然的也不比人形神经酰胺还厉害哦，含量顶多就是 2% 3% 就非常厉害了，这一罐直接加到6%，
怕，难怪就是我用起来觉得妈呀，我人生第一次可以用如意类这种东西。神经酰胺就是如果你补充的足够，很容易是在正常的肌肤状态，人家就会觉得天哪，你皮肤好好，但其实他皮肤就只是处于在一个正常的状态。它会这么红，就是因为它是地表对强保湿成分，对于皮肤不好或者身上有一些皮肤问题的人，就是用这个。或是皮肤会脱屑，什么干痒啊，我跟你讲，你就是立刻擦这罐。一开始用的时候，对于擦起来是如意类的，其实是真的还蛮害怕的，阴影有点重。但是我用一次之后，就觉得第二天发现还真的蛮厉害，然后用几天下来之后，我就觉得这一定要分享。不是说你擦了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就好了，或者是你之后不会再出问题。你不可能说你用了一次哦，好像有帮助，然后之后就不用了，然后是用完一罐就说哦，怎么我皮肤之后还会有问题啊？你皮肤本来就有问题的话，不就是应该长期用吗？我超想买来擦身体，但它因为就真的很贵，一罐4000哦。它现在是在缺货状态哦，所以我只能说就是真的好的东西贵，还是有人会用它，用了之后就大爱，你才会知道说哦，什么叫做保养品，不是给你用安心的。当然这就是针对是问题肌肤，像我这种，我会说的这么神，它确实是有帮助皮肤恢复到正常机能，我才敢这样子说。不然一般保养品觉得哦它不错，平常可以拿来使用，但是我不会把它称作是神器，除非它真的好用到那种地步啊，不然我说不出口啊。有多少保养品可以好用成这样，我手指头就数得出来啊，因为皮肤就是会跟我抗议啊。如果说你的皮肤问题已经是神经酰胺都压不住的话，当然最好就是建议去看医生啊，因为它就还算是保养品的一种，算是非常厉害的保养神器了。不是说我要批评还是怎么样，一般专柜的保养品大多还是针对没有出状况的皮肤，但由于我就不是一个正常肌肤，真的是很羡慕皮肤好的人啊。比敏感跟皮肤问题我没有在输的哦。只要皮肤有问题，或者是你有遇到重要的时候，比如说结婚好了，你可以从前一个月就开始用这种神经酰胺保养品，你就会发现到结婚的时候皮肤是好的呢，还会发亮。反正这罐呢就是好用到拜托，可以让我入股吗？好想要入股哦，不会担心有缺货的问题。我刚前面有讲粉刺痘痘对我来讲已经是基本的问题，这两年我真的有比较乱吃东西一点，像我以前真的是不太食人间烟火，对于吃的说真的我没有很大的兴趣，垃圾食物也不太吃，但饮料基本上我本来就不喝，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这两年外送平台实在是太方便了，我老公之前就是也是会宵夜吃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啊，就跟着吃一点，那些东西确实是蛮好吃的，偶尔吃一点之后我的皮肤就开始跟我抗议，跟我出问题，莫名其妙耶，超神奇的。出油脂这边是一定会的，这个地方特别干的地方，很干但又很会出油，干燥到有没有一粒一粒这种黑黑的，这个不是痣哦，我是觉得这个消不太掉啦，去年很明显长出来，它就是很像那种扁平疣，而且它会凸出来，摸到就一粒粒，很不舒服。我有尝试就是比如说用果酸啊、杏仁酸或是 A 酸，那种代谢不太掉耶，而且涂那种比较刺激性的周围又给我出现其他问题，那我就不太能用那种东西，那吃药当然也不是个好办法，只是暂时把它压下，非常困扰。而且自己本来就非常爱的那保养品呢，现在都还是有用，只是呢我就很缺乳霜乳液类非常厉害的。可是自从就是我用到这个品牌的神经酰胺，我想用了齁，我那一粒一粒凸起的哦，它就慢慢变得比较平，比之前好很多。而且我用完整整一罐，这一罐是我用完，这罐是新的，你看真空包装哦，因为它的浓度也非常非常高，避免它变质，所以它会用真空的状态。它这里面好像袋子的那种感觉，它已经完全变扁了，正常的是饱满的，用完你是看得出来的。瓶子质感虽然不是说那种看起来很高级，但是拿起来的感觉你其实是真的就很喜欢，素雅又好用。现在呢进入冬天，如果说你皮肤真的是干到一个齁，或是有初老症状，你就可以再加它一个这个生态抗皱纹活凝霜，弹嫩抗皱亮白，
主要是这三大功能。念起来很多人就会觉得不到这个年纪抗皱的东西会不会用了就太黏腻，我跟你讲这家不会，它质地比较像很清爽的乳霜，这个有玻尿酸精华在里面，保湿一种很重要的东西，也是用最顶级的生态，生态只要是好的它就是可以帮助拉提，帮助皮肤更细致，你想要亮白改善暗沉也是生态这个部分帮助是最大的。全脸一样也是挤三次，这个眼周也可以用哦，它完全不会就是让你觉得很黏腻，除了夏天比较热的时候用，确实就会觉得它比较是属于一般那种乳液有在上面的感觉，但也不会说觉得到那种不清爽。天凉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好用了，这两罐是可以加在一起用的，可是平常大部分我就是只用这个神经酰胺，除非皮肤就是需要更紧实一点，我就会加在重点的地方。你如果很在意你的法令纹、木偶纹、眼周暗沉、轮廓线，都可以就是再加强把它就是抹好乳液状，但是我跟你讲它一抹还是非常的清爽，这也没有什么味道，但是就是非常舒服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它一抹也是非常非常的水，一年四季你用都不会觉得有负担，到了冬天你会觉得其实是够的哦，除非你是在那种极度寒冷然后极度干燥的国家，台湾的话说真的到冬天我就觉得真的是蛮够的，真的好用的保养品，不需要擦太多东西，一层一层叠一层，对皮肤帮助没有很大，你可能只是心理上觉得好像有耶、欸、可以用耶、欸、真的好用，你用个一两罐真的就很够了，只能说这家是真的很厉害，它有懂皮肤，可以放在我的前三名用过就离不开的保养品之一，我直接用在脸上给你们看。好了，来吧，补充神经酰胺，直接弄在脸上的感觉有吗？清透，这两天天气变化大，好像要再挤一次，它就是真的很清透，吸收也非常非常快，通常呢我这样就结束了，用完化妆水步骤再用补充神经酰胺然后就没了，想要再多美白抗老再用生态抗皱无活凝霜，它上面这个说明呢其实是早晨用，但是我也有就是想说要更加强，所以就早晚也有跟着用，可是我不会整个涂全脸，局部需要加强的时候，需要拉贴的地方这边的纹路老了它整个会往前掉，法令纹然后还有这个地方都会再去拉它，我已经就是用完一整瓶，你看这就是我说有凸起一颗一颗这个黑点的东西，现在已经平了好多，有够感动，有没有？也是一下就化开了。那脖子呢我一定多多少少都会加强，非常的舒服，哦，那个光泽感、皮肤感，可以看个人状况来去调整跟使用。那我觉得这个保养品牌是我用过乳液跟乳霜中最令我满意的。如果你一直都有在追踪我的话，其实我并没有很常介绍到我不同的保养品，好用的我常常都会一用就是用很多很多年。能有更进步让我汰换掉的，确实它就是更厉害。这个乳液跟乳霜我感觉我真的会用非常多年，我实在是挑不出缺点，硬要说的话价格好了它确实比较偏高，但我觉得它用起来就是我并不想要挑剔它的价格，它确实是有那个价值啊，更何况它现在是我第二层跟第三层保养的第一名，非常的庆幸我可以遇到它，真的是超满意保养。